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fun event. A little bit serious tonight. Now, has everybody got this yellow sheet? Ada ga semua? Siapa ga? Volunteer, tolong distribute. John, we need some. Is there lyrics on the display? Okay.我们的朋友们，你们要是没有这张纸的话，你去后面拿好不好 ？This is the lyric, got lyric. 这哪个写 ？This song. OK. 我们的直接交流，等一下我们直接交流，因为我们在这些马来土著甘榜已经交流了好几次，我们每次都讲过。我们虽然周显就在不久就要来到，这个周显是个叫显著性的周显。什么叫显著性的周显？大家明白什么叫显著性的周显吗？显著性就是像我在澳洲住了17年，18年前我显著回来撒野，在这18年里面，我显著在政府医院成立心脏中心给撒野人，这叫显著。为什么选择在政府医院？因为如果我在私人界，我在私人界服务的话，你来看我，我最多是给你5000块 discount 一个人。不过在政府医院里面，我们能替人民争取，现在我们的心脏中心，哥大三班心脏中心，一年最少有50 million 的拨款。我个人能给你50 million 吗？我怎样给你50 million？如果个人每一年都能给你50 million，你问你的钱什么地方来？你又不是政府，你又没有抽，你没有抽税，你的钱什么地方来？啊，你要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政府里面做？就是要在政府里面争取。2年前，我选择为了三人民，为了三人民，我参加政治，我选择，啊，这叫选择性。这次周选不只是说投阿迪那一票，阿迪那是要华人支持吗？阿迪那是要华人支持吗？不需要啊，因为在沙叶82个选区里面，66个是土著选区 ，BBB 自己有40个选区，他多2个就执政了。为什么阿迪呢不需要华人，希望有华人？因为他是要一个全民的首席部长，他不只是一个马来人首席部长，也不只是一个代言人首席部长，他也是要一个华人的首席部长，这就是全民的首席部长。